我们在生命的过程中总是看着别人，以此来构想不同于自己的生活。可是有一天你发现你就是你，你生命的烙印不会因为你的遐想而改变，那时你所能做的就是接受它并尊重它。从第一次尝试到现在，我学会了什么？当这个世界因为有了我而有一点点的不一样。永远不要去想念你不曾拥有过。可是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人生可以照亮自己，不是吗？你是在天上飞的，我是在地上跑的，配不上人家啊。我就跟你说，我很瞧不起我自己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帮我？我不想要帮我。看到你过得这么不好，那我也就放心了。把失去的东西放在心里，直到放不下，困死自己。我们所有的努力，都是为了杀一个人，一个全天下权力最大的人。不行！你是不是想夺权？非常时期，用非常方法。四心汇聚，天下有变，我们不也就是他们杀我们？开始！开始！再也见不到他的时候，也许是在那个平行时空里，我们是在一起的。十年吧，乔。在自讨苦吃。你干嘛伸舌头啦？这个世界玩你，你为什么要让他玩？世界对你不公平，你就要站出来跟他抗争。梦想是要靠努力才能实现的。起来！
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。我从哪里跌倒当然从哪里爬起来了，难道我滚到马路对面再爬起来吗？电影不好看，不如早一点走。谁说不好看的？真的好看。好。